美国国家队时，西安是怎么打球的？快攻如同猛兽，无法阻挡。以前没发现，西安的变相也这么猛。说到 NBA 近几年身体天赋最变态的球星，那么无疑就是19年状元秀西安威廉姆斯了。身高只有不到2米的他，却拥有260斤的体重。但是在如此大的吨位下，他还有着远超其他球星的弹跳能力和爆发力，这让他在球场简直像是一个另类。而之前还没有进入联盟的西安，曾受邀参加美国 U17 的训练营。在热身赛中，西安简直化身成为野兽，身体天赋对于其他球员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只见快攻中的西安可以直接完成炸裂的暴力灌筐。而且能够在快攻中轻松造成对手2+1，在阵地进攻中，西安也能够用强壮的身体顶开对手完成上篮，看上去根本无法阻挡。除此之外，此前没有发现，通过近景镜头才看出来，原来西安的变相也十分厉害。看看这一球，西安直接通过大幅度起肩变相将对手晃了一个干净。毕竟西安的下肢爆发力十足，做出这样的变相也丝毫不让人意外。